大家講啫，浪琴嘅金標啊 ，K 金標出嚟拍賣啊，咁之前咧都應該見過啦。嗱，33 size 機械錶自動啦，咁但係注意啦，即係兩件金啦，即係包括個殼同埋個底蓋啦，就係實金啦，咁所以咧就見唔到個機芯嘅。咁啊皮帶就零零地啦，但係咧注意咧，佢個針扣咧就唔係 K 金嚟嘅，咁係一個鋼件，你見到啦，咁但係咧就導金嘅啫。嗱，而家咧做緊個盤口咧，就係10800啊，每口叫200蚊啊，咁呢單交易咧就可以碌 Visa 嚟嘅，咁水貨並且咧就合證都有嘅。咁留意翻個 size 咧，33就即係唔大唔細咯。以前嚟講算男裝嘅，咁而家嚟講其實佢都係男裝嚟嘅，因為佢另外咧有一隻石英咧就細好多噶啦，咁嗰只咧就28mm 度嘅啫。咁但係呢隻款咧，我覺得最好咧就係其實男女都可以，即係有男嘅客人同我買過啦，亦都有唔少女士啊，女嘅錶迷咧同我買過呢隻錶嘅。嗱，我簡單講下佢嘅即係針面設計啦。嗱，非常清，咁有一個日曆，但係咧全部咧即係用曬呢隻咁修長嘅劍針啦，同埋咧亦都係最簡單咗咁嘅 button 式啊，條字式嘅設計啊。嗱，咁呢個設計咧，真係喺錶盤嘅形式上咧，係即係其中一種啦，最簡約嘅一種表達方式啊，咁樣即係冇乜多餘嘅修飾喺度嘅。咁有功能噶，唔係淨係 cut 曬噶。你見到咧，係即係三點鐘有個日曆啦，並且咧亦都有呢個分鐘啊，分鐘嘅顯示啊，其中真係有一個實用性喺度嘅。嗱，對呢只錶嘅朋友，可以在呢條片的留言區落架，或者咧係即刻 WhatsApp 俾我，我代你落架都可以嘅。嗱，呢條片咧係可以收 Visa 卡嘅，咁咧並但係咧有個條件，就係咧要親臨銅鑼灣波斯富街銀聯鐘錶，同阿 Chris 即係我咧去交收嘅。